奶茶。奶茶上头叶了。哦，上头叶了。这个是里面是散的噻。没有咖啡袋的。哦，没有咖啡袋的。你要这种吗？对啊。你要这种啊？选这个。选这个，好，拿这个。你要买？我觉得我不要了，没有快这样走。哇，这个杯，我们买一个杯啊。好，哦，这个也是你们卖的啊，咖啡杯。哦。哎，那个什么东西的黑黑那个。啊，那个。哦，搅那个咖啡粉的。哎。这个多少钱呢？一个8块钱。然后这个是什么？哎 ，sorry， 我以为它是包装的。搅咖啡的，搅咖啡粉吗？那个咖啡粉当放这边。咖啡都放中间了，然后把它下来。对。也是盖开了。这盖开了，放咖啡豆，把我转那边。哦，这边开了，放咖啡豆，然后这边。啊。搅啊。这边搅。啊，没有，它等于这边下来了。哦，这边下来，我们这边搅了，它这边下来了。哦，很 Q 啊。这是你们进口的啦。这个要批发店拿的。哦，批发店买的，哦，不错啊。这个拿去摆就好了。来，拿去摆。这是海南国币秤。那种称的，最少要买多少？啊，半斤哦。是咖啡加茶啦。咖啡加茶。也是没有糖的。有糖。哦，这个有糖哦，你要吗？有糖的这个。OK 啊。小包的咯，买个小包的咯。嗯。这是粗的哦。粗的。啊，粗比较好。嗯。细的我很怕粉粉这样子。嗯。我比较喜欢粗的。这只3块，对吧？哎呀，嗯嗯，我不知道什么价，我不知道。20块，10块，这5块就25，加8。哦，10块，5块加8。想拿慢一点，就一定很慢一点。那个搅咖啡多少钱呢？80块。哦，80块哦。还得搅懂了，用几下搅。它如果是好像搅出来，它好像那种粗的吗？有。粉的。粉的。粉的，我就不是很喜欢。反正我不省钱，啊，33，三关的，他们炒了是吗？他们就铺在这边了嘛，然后弄散它。烧火的，我还以为是电呢。我烘给它干，你来看这个，它是烘给它干这个。我只要煮了，然后放那边。哦，放那边炒啦，烘了放，这个是烘干，然后放去那边炒。对，小林啊。
我们做到多少点？啊，做多少点？两三点。哦，生意很好的。没有很好啊，你看一窝要超过七八个只哦。对。哇。啊。要等它熟咯。你放火大，等一下里面不熟。哦，对对对。要慢慢给它烘。啊，这些是全部是好功夫哦。啊，是吗？啊，等它熟咯，放火大，等一下里面不熟。OK 啦 ，Thank you， 安哥。谢谢老板。你把它。ini sebut teh ya? Ini semua mama kasih kering lah. Ya. Oh. Tipulah sama saya, semua mah tipu saja. Awak ini ada pilih 28 loh. Ini awak ada pilih 28 loh.Tadi saja. Wonton mee. 它是从很多人嘛搬搬过来的。嗯。几十年了咯，这个也是几十年的历史。我们这个茶商云吞哦，小的咯，它是温带地区的那个。
吃。这个是有古早味的云吞面，几十年历史。对，它是从 Emporia Makan 那边搬过来的，四五十年的历史应该是有。哇，我的感觉给我知道是好像很好吃了，我有那种感觉看到。这个面好像是他们自己在家自己做的，你知道吗？所以会比较烫口一点。它不是从厂那边拿过来的。它面也不是一粒粒的，你知道吗？它是散散这样子的。好吃。啊？好吃啊！这个啥？嗯，好吃。这个吃了会再回头的。嗯。好吃，可以再吃。它鱼片是比较小粒啊。嗯 ，OK。最重要是好吃。最重要那个面要好吃。我喜欢这个面。它这个卖了几十年，它不会差到怎样的。只有八十人还会吃的这个。因为外面的人你不知道吗？嗯，对。嗯，好吃。嗯，有的。哦，猪杂啊！嗯，不错。嗯，猪杂好吃。在这个咖啡碟跟杯，好像是你买的刚才那个。我们买八块钱一 set 哦。啊，底材差不多一样啦。大同小异啦，你一看好像是以为是一样的。它的摆灯不一样，它的花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啊。嗯，还好，蛮浓一下。嗯。不错了，大体大致上都不错了，咖啡也不错。14块钱，这是小的，两个小朋友都破了本了。到了没？啊，再见。
叫一个糯米鸡一个，菜包啦，菜包一个糯米鸡一个，然后虾豆，跟一个是培生啦。你要虾米或者系烧卖？啊，虾，你要虾米还是烧卖？烧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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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烧卖，买个紫菜，买个。 不是很烂的，它也看到米粒，还好吧，先煮到很烂的。 他讲是紫菜了，他没有讲秀梅，应该是差不多类似的东西。味道OK。嗯。秀梅。 它点心是比较小。OK 啊。就说吧，我比较喜欢那个老梅干。是的。这是叉烧包，很小只了。叉烧包，很小只了。 它是菜包，菜包。OK 啊，它不属于主流那种，它不属于主流那种，好像做到很白的包。这个是比较家庭式那种，这是五包。 这是我们好像家乡那种五谷，它不是讲现在那种五谷，是好像婆婆还有那种起泡那种，这是我们比较古典的五谷。嗯，这个好，你吃到芋头，好吃。 好吃。茶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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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个。哎呀，破了。再拿出来这个。那就我就挖一点出来吃。它是这样子的，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嗯。所以这是叫做板凳的一种。他拿得出吗？不要难拿了。我们也不能够撕开它的盒子。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一层一层的。它是蛮出名一下的。还松，它煲汤的。这个胶原蛋白很多呢，还松。我们吃那个云吞，不是它不是云，那种什么鱼干啊，他们拿去煲汤的，他们拿去烘干了它噻。
烘干噻，然后是磨粉，然后刀汤时候放一些，好像是当做调味料的。嗯，那个是。啊，那个叫什么鱼呀、啊？我忘记了。那个我们吃云吞面那边有的，在格丰那个。啊啊！干嘛？因为要烘，要烘要磨粉。哎，你 what shop 干？哎你。哎，等等。我好像烘了拿去磨粉，磨粉然后煲汤用的，当做一个调味料。这个叫什么了啊？什么鱼啊？啊？哦，左口鱼，左口鱼，对对对，我是忘记那个名字了。左口鱼。我忘记了，我知道，不过我是忘记不了。因为那天看到一个档口有、啊、也是有晒那个鱼嘛。啊，云吞的、啊，云吞面对。小小大条一点的噻、啊。哦，是是是。这个这么一点点般的哈、哦，这样子啊。哦。嗯。拿几个了？拿几个？哎，它是这样子的是吗？磨成粉了。它是这样子的，一点般般这样子的噻。我也不懂啊，第一次买。这没有，这个认识的。老板娘选给我，你对、啊，小的才够味吗？小的够味吗？它小的应该是大的比较甜了、啊。我也不选，四片够了了。嗯，我得订完了，我得订完了的，跟这个姜鱼仔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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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40年的历史了。啊，有红豆，有煎蛋，有三蛋，有椰糖。我看他的三蛋都偏了。红豆够不够烂？
基本上不错了，因为它是一个老字号来的，它不会很甜。我们是大胃王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坐在这里吃。我买过，我是打包的。看它好不好吃啊？基本上还有鸡蛋哦，花生、豆干，还炸料哦，并且青菜。对。这是鸡蛋。这。还好，他加里料，他的 sauce， 他的 sauce 好不好？他的酱料，还好，他不很甜。肉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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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这个很嫩。哎呀。然后我们叫这个服务员。
肉圆，嗯，然后啊，这个土须鸡，土须鸡，土须鸡，然后我们叫这个猪肠灌蛋汤 ，OK， 然后我们有叫豆腐，啊，麻油面豆腐，然后就是那个玻璃生菜咯，玻璃生菜咯，然后就是薏米水咯，薏米水是这个咯，我们叫一只的。去跳那街一百块是上面，因为是没有钱的。